大家好，今天跟各位聊聊 Lotus 莲花全新的电动休旅车 Electra。 就在今年的三月， Lotus 莲花发表了品牌全新的首款电动休旅车 Electra， 并预计在2024年、上市。当时在发表的时候也公布了其外观跟它的内饰以及大致的动力配置。而这款电动车的一个诞生、意味着莲花 Lotus 啊，这家有74年历史的英国传统跑车品牌啊，将正式的进入到电动化的一个时代。经过了多年的等待，根据该品牌的说法， Electra 这个智慧啊，在一些东欧语言中的一个意思啊，视为重生。莲花也希望借由这台啊，既能维持莲花传统的跑车精神，同时又具备了跨界修理的一个电动跑车，让消费者再次燃烧起对 Lotus 的一个热情。而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呢，是他们的品牌负责人 Ben。 他也表示 Electra 从这个轻量化硬派的跑车转型为纯电的第一款 SUV 电动休旅车 Electra， 借以展现 Lotus 在跨界电动休旅的一个品牌核心精神。而以车身尺码来说呢，Electra 的车长为5103，车宽2135，车高来到了1630mm， 甚至比具有七人座空间的 Audi 的 Q7 更长，但是比这个Lamborghini 的 SUV 略小，而且还有长达3019mm 的轴距。以 Hyper SUV 为目标的 Electra， 尽管车型不小，车内的布局还是采用了独立的四人座的配置，并另外提供了五人座的一个选项，以满足对这个使用机能更有要求的买家。在外观设计部分，具有符合新时代家族设计语汇的头灯设计，搭配面积宽大的前气坝设计，还有整个空气力学的一个导流孔洞的一个前舱盖，以及宽体爆规的前后轮拱，加上第一斜车顶等元素如果只是看腰线以上Electra 根本就是一台四门的跑车的一个形态。而且为了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机能也为了迎合这个休旅买家的一个需求， Lotus 的设计师特别拉高了底盘离地的一个高度，并且加厚了车门的一个面积，让这个跑车的线条与 SUV 的机能能够融合。当然除了流线的线条之外呢， Electra 还导入了主动式的前气坝的格栅，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平整化的底盘，还有车顶的尾翼一分为二，希望可以在减低风阻同时能维持稳定的下压力。这些空气的力学设计加上大尺码的轮圈，加上科技化的头尾灯的一个设计都是为了 Electra 建立起浓郁的跑格气势。而最关键的动力科技则是建立在 800V 的电气架构之上，电池容量超过100千瓦的动力电池模组为最主要的核心，搭配前后双马达电动四驱系统创造出超过600匹的马力输出。这套动力系统可以为这个 Electra 带来0到100公里的加速3秒之内就可以完成，极速超过260公里的一个性能表现。而且为了强化这个操控性能Electra 还将它的气压悬吊 CDC 的连续阻尼的控制系统列为标配，并可搭配主动式的后座转向、主动式的防倾杆以及向量举力的分配系统等带来强悍的操控性能。而且 Lotus 也表示在 WLTP 的测试标准之下， Electra 还具备了超过600公里的行驶距离，并且支援350千瓦的直流电超高速充电系统，只需要20分钟就能补充行驶400公里所需的一个电量。座舱内的设计则是走向新创电动车车厂的一个风格， Lotus 缩小了驾驶座的仪表板的一个尺寸，仅留下镶嵌在仪表板与这个空调出风口之间的一个缝隙高度仅约差不多3公分左右的一个长条状的一个液晶萤幕，用于显示电池的电量百分比、续航里程、车速、驾驶模式等资讯。而前座客座的相对的位置也设计了同样尺寸的一个小萤幕，可以显示音响、导航还有行动通讯等讯息。而车内最主要的控制界面则是以中控台的 15.1 寸的 OLED 触控萤幕，
搭配具备 AR 扩增实境的一个科技啊 ，HUD 抬头显示萤幕所负责，包含导航、音响、行动通讯、车辆设定等，都是透过这组萤幕来控制处理。而且这组萤幕还采用了折叠式的一个设计。如果不想要中控台有这么大的一个液晶萤幕的一个影响视觉啊，还可以将这个萤幕关闭隐藏，留下 HUD 的一个显示资讯，并透过语音控制系统啊控制车辆。而且转型为电动品牌之后呢 ，Lotus 也在这个整体的豪华感上面啊，在这个 Electra 的车内可以看到金属的元素啊，点缀了非常多的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中控台的排档杆。还有它的快速的一个拨键，甚至是车门手把，还有它的扶手盖的一个开关，再再的显示啊，他们对于车内的一个细节的一个提升，除了能够凸显整体的豪华感之外呢，也能让人联想到啊 ，Lotus 在这个过去的 F1 赛车上经典的黑金的一个涂装。在科技的方面 ，Electra 也配备了四个光达感应器，车顶上有两个。一个在前挡风玻璃上方，一个在后窗玻璃上方，另外车身的每一侧都有靠近前叶子板的位置啊，各有一个。在某些法规容许的一个国家区域啊，车侧会啊配置啊摄影机，取代传统的后视镜。大家听格介绍到这边，是不是觉得 Lotus 在这一次的电动化 Electra 是不是真的是诚意满满呢？跟格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希望哥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See you next time。